现在全球吹起环保风，这股热潮也吹到游戏界，如这款将推出的付费下载游戏《欧卡普》，就有着轻松讨喜的画面表现以及浓浓的环保意识。游戏画面以卡通剪纸的方式呈现，看起来就心旷神怡。而玩家操纵的主角原本生活在风光明媚的大自然，但因为邻国发展工业破坏环境，甚至让污染持续扩散，玩家也临危受命，要阻止污染扩散，乘着飞行云朵到处移动，不但能呼唤野生动物一起破坏造成污染的工厂源头，还能呼风唤雨来灌溉树木，或是把污染给冲散，早日还给大地原本清新的面貌。玩这款《欧卡普》又轻松好玩，又能感受爱护地球的环保意识，这么优秀的游戏一定要大力推荐啊！